修，我现在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，然后我们要去开箱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开箱这种特别的东西，那等一下就带大家一起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沿途呢会经过我们的就是高速公路啦，高架桥这些，然后就没什么好看的，那就等一下到目的地再给大家看哦。Let's go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排队，准备来去看一下我们的鱼拓钓具的老板。老板，我们要可以进来排队喽。好，谢谢。欢迎光临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欢迎光临。谢谢。看一下店内的环境。欢迎光临。大家都在排队。欢迎光临。看一下，我们来找一些商品。这边都是白蛋店，然后这边是应该是钓虾的浮标。对对，没错，这边是钓虾专区。我们来去找那个船钓啊，或者是路亚之类的。啊，很多人。啊，呆娃的冰箱漂亮，看一下呆娃的冰箱漂亮。唐寒衣。包，不养包，不养。最近有在玩西钓啊，我们等一下来去找一些跟西钓有关的，啊，来去找个钓全仔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去访问店长，最年轻的店长。太帅了吧！这你用刚刚好耶。有抽奖哦，满千有抽奖，是哦，对，抽的最大奖是电卷，刚才要送我帽子，我说不要，呆娃1200Z， 所以我们就是要准备亮片跟小的米诺，还有铅笔，这个也会，这个是浮水还是沉水米诺？它是那个 SP， 就是那个沉下去会停，嗯，我也试过。好，了解。哎，遇到认识的，啊，处理一下。哎，龙爷，哎呦，哎，茶米，哎，修哥，梨子啊，梨子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。就是明天要去钓全仔，可是就是，就是要对啊，就是要问你们啊。我刚才也才问在地的钓友说，全仔的钓方怎么样？这块也是自动铅，我觉得太细了，太细了，我觉得太细。这就是自动铅笔吗？这个？这是007型的，我觉得你可以买小一点。这个太轻了，我反而不会丢啊。我都是丢重了，这么轻的我还不太会丢。他就有007。哎呀，认真的查米老师。没有，我都是偷学的。在西钓这方面，你们算是我的前辈。可是我们想要暗抛跟反钓。没问题啊，反钓我是说我在约啊，来去那个。出去呀！这一台哦，卖光了，就这样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听老师的，要听前辈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。对，一定要霸霸一下。哎，要钓鱼霸一下。哎，还有他龙眼，龙眼比较高大方的。钓鱼霸怎么样？一二三，钓鱼霸。
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好，抽奖喽！抽奖喽！抽一个，来看一下都把它抽奖，这个，抽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尽全力，好，加油，厉害！看看你怎么样。HR 防晒袖套，非常好，防晒袖套。最年轻的店长，借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介绍我自己，我叫中原。南美的那个钓法主要是以矶钓跟船钓，然后其次是路亚钓法。因为这边靠离我们的那个新竹的龙凤港大概15分钟的车程，所以离港口是蛮近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外埔。苗栗外埔渔港，好，南北极他们那边岸抛矶钓客都很多，了解。对，然后我们大致上我们上店里面目前矶钓的竿，进口竿部分是很齐全的，后面整排都是，然后船钓部分也都很齐全。有刚才有拍，就是还蛮多，就是船钓的，然后跟矶钓的部分还蛮多的，所以说现在这边就是以船钓跟矶钓为主，对对，所以说就是路亚为辅，对，就是有就是船钓或者是矶钓，甚至是路亚的，就是钓友都可以来这边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商品目前我们都要去正齐全。小北店我们特别准备一下礼物要送给修哥，谢谢。然后你可以挑一下。可以挑一下吗？对，好，那我就去，不客气了。好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好。店长，我挑的这只可以了哦。可以，这是我们最新的 Slow Jigging 2，然后它是慢速铁板杆。这是慢速铁板杆。对 ，Slow Jigging， 非常好。最近有在就是看那个石头曲柄的部分，那就是到时候再拿这支钓竿去试钓看看。好好好，对，这个负重大概多重？是340。哦，有看到了，对，哇，还蛮重的嘞。哇，那这样针对我们台湾钓竿，应该就是泛用性还蛮高的。基本上北部都没什么大问题。了解，那就谢谢我们的宇舵钓具，还有我们的中原店长，就再次谢谢他。对啊，就提供了一支。好，下次就用这个竿子来去试钓看看。还有，谢谢大家，跟大家说拜拜喽！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好，然后刚刚突然又看到一件衣服，然后就是适合，我觉得适合秀哥穿的那个我们鱼透最新的那个 Polo 衫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店长。那我刚好就是准备要拍结尾的部分，然后店长就进来，那就跟店长一起拍结尾的部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可以收到即时上片通知。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制作影片的动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